我还去，不让你去。挖挖挖挖的还有一个，挖的快还有一个，我都想挖。我们今天就吃炒花蛤了，这是我们昨天去挖的，然后今天挖的还不能吃，还得吐吐啥。这个已经估计都吐了很干净了都，然后给它炒一下，就做晚饭了都。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大家炒花蛤的时候会不会加盐？我是不加盐的，那些调味料都不加，就是像生抽啊、蚝油加一点，就这样子。像盐啊、鸡精、味精那些我都不放的，你们放吗？刘乐放花蛤，大蒜是必备品哦。又得给婆婆蒸三个馒头，我们也吃，就是她可能会比较爱吃馒头这一类的，吃一点点搭配着吃嘛，这样子才不会腻。来点生抽，喜欢吃蚝油的可以加点蚝油，辣椒、葱，这样子就好了，盐就不要加了。花蛤开了就熟了，我先尝一个味道啊，自己先帮你们吃一下。好咸啊，所以不要加盐了。这个腰都痛，我婆婆今天也腰痛了，还累，腰不痛。我都说了，有货她肯定累，没有货她就不累，提着不累，走着也不累。因为我们今天要走淤泥进去，就很难走。像炒这个花蛤的话，如果太咸啊，大家可以那个生抽蚝油少放一点，我可能刚刚那个蚝油放多了一丢丢。然后呢，喜欢勾芡的也可以勾芡一下，但是我不喜欢，看个人口味了。我自己又再吃一个了，特别鲜甜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可以吧？可以，自己挖的更好吃。你不吃馒头吗？吃啊，这馒头很好吃，我自己都很爱吃。我拿。放碗里面嘛。吃馒头配花蛤。等一下还要整理那一堆呢，这些回来还得挑一下，不然有一些是那个空壳的，吐一下沙，明天再打去送人。啊，你下次还要不要去挖花蛤？我还要去。不让你去。为什么不让我去啊？让不让你那么一直挖，不让你一直挖，你就是不听。现在出来了，给我讲脚痛、腰痛。什么？没事。他跟妹妹一样，两个小孩子。讲都讲不听。喊都喊不听。你挖挖挖挖的还有一个，挖的快还有一个，我都想挖。好玩吗？我想挖一个。这里是不是比那昨天那里多得多？多得多，太多了。嗯。妈，累了你上去休息啊，去啊。可以。去睡觉休息。中。你看哪里去了？啊？去啊，赶紧去。好。嗯。下次带他去玩沙子。嗯，没问题，玩沙不给他挖了。人家就都是好挖，好玩，挖着还有个。挖着还有一个，我就想玩，想玩，但是累也想玩。已经够多了，你看，都半筐了都。哇，这样看了。怎么样？有这么厚，都快半筐了。到这里就半筐了，但是到不了那里，还不到半筐。这一筐装满，你知道多少吗？不知道。我去年弄满，我一次你忘记了。去年好多人的。
去年跟老爸一起。对呀、啊，老爸、舅妈他们啊。就一大群人。老妈也去。嗯。那时候。嗯。去年好玩，人多热闹。那个下水的，这个不下水的。对呀、啊，那都是下水拿铁锹干的。那个很快，那个一个小时就整个人都累趴要回来了，太重了，提都提不动了。哎，挖的都是好玩，最痛苦的是怎么弄回来。对，所以我都说了、啊，我也给老妈讲了，我说如果你那么爱玩，我明天带你去抱桶，绝对累。你看吧，我们在那边死命的喊哦，我说你能不能休息，他就是不要，而且都讲的有点生气了，阿伟，那时候。是吧？没办法，讲了太多遍了，叫都叫不听。跟妹妹一样，很固执。我说，老妈，你休息会行不行？我干得很那个叫啥得劲。他就这样，现在好了吧？腰疼了吧？还弄了个桶给他们两个人坐，他都不坐，妹妹坐。怎么了？水好像饭碗也不够。你吓我一跳，我一直说捅破了。勉强刚刚好。够啊。够。哎呀。OK， 实在不行的话，明天再去装一桶水回来，给他换水。嗯，这样子会吐的干净。吐的也干净啊、哦。对，吐了也干净，而且他。活了也会比较久，你那个水没有氧气，它挂了之后，它一个就可以影响很多。准备捞一点去送给朋友，这么多也吃不完的，明天谁要吃的过来我家拿咯。吃完了阿伟才有动力再去挖哦，阿伟。对。够了。弄点水啊，弄一点，太满了，我弄不了。够了，不要太多水，不要太多水。好，我太多水了，我不好，我提电动车不好提。好。嗯嗯。那我就出门啦。来。好。那我就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。早点回来哦。好的。其实我也不太想出去，很累，但是这种东西还是得趁新鲜，对吧？嗯。